看完自己害羞的笑了。好，这组的 PK， 小胖老师觉得如何？潘千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选歌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歌你唱了有一点点，有点吃力，然后你的发声位置大部分都在这里，那个听一两句会蛮特别的，整个都是鼻腔的共鸣，听完一首歌下来会有压迫感。边敏宪选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歌曲，很经典的 rock， 唱到副歌第一句，这个我跟小林最期待的是那个 punch。是那个 attack， it's my life， 那个有一点破掉，有点撕裂音的那句没出来，很可惜。你会让我觉得主歌跟副歌的力量都相同，尽量做一点区别，尤其是第一句。那个小林老师，这要怎么样才出得来？之前我们有在前几班的学生，我们有做一个，就是说你全身跳动，你要全场跑，然后边跑边唱。你一定要有这种肺活量的训练，因为你身体没有动能，你只是用你的力量挤而已。你第一句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完全是不用再往下听了，因为第一句完全没有那种要告知大家，我要来宣告，就是说我重新开始，或有我有掌握我的什么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。它很像一个蓝骨阵，你知道，它是没有骨头的，飘来飘去的。你需不需要这个领带松一点，然后那个背心脱掉，需要吗？觉得你整个人还是皮带也拿掉，裤子是不是太紧？边敏宪，麻烦你，你现在蹲跳，边跳边唱，对，就刚刚叫你蹲，边跳边唱，对，有点青蛙跳那样子蹲。刚为什么桃子姐叫你这样，就是有原因的。Rocker 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太近了，你起码也要跳到50公分以上。好，再来一次 ，1、2、3、go， 开始跳，先跳，来，还要蹲啊，还要蹲，不是只有这样跳，对。This is a song for the broken-hearted。你比较有学了，现在这首你现在唱的哈比较有弹性了，对，哇。知道吗？你要全身力量。马丹娜都可以这样子，50下哎，对不对？马丹娜几岁了？你几岁？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感觉知道吗？哈，好不好？啊，要给他练好，下次以后大家都这样练歌，青蛙跳唱哈 ，power 就会出来。马上来看看这组的分数。首先是潘千树，请评审按灯。潘千树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分，谢谢。接下来是边品线，请评审按灯。边品线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分，15比15，两位的分数都未达16分，其实都不算过关。那这一站呢，其实两位都有要做的功课，都是会唱歌的人，那都有要突破的难关，好好继续琢磨一下。